请将手中自拍杆和手机相机闪光灯功能关闭，以免惊吓到我们可爱的动物呢。那接下来我们的火车之旅要开始咯。首先要跟各位见面的动物，它是在非洲伤害人类第一名的动物，各位可以先猜猜看它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的答案准备就要揭晓了，各位可以往我们右手边